发展六年是蔡政府重要的能源政策，由于台湾厂商开始低投研制新富企业会选提出的风力发电的相关开发计划，不过今年就受骗了。蔡地理总就讲，一条风力发电机组体检安全，可能会影响到生态，恐怕未会看不到烧粉的韩国甜妙的嘅传统农业方式。对亚投研制始终参粉参讲，市政府会同居民的意见。同中央来沟通，安内两年产业将会估到明年韩国采体。海水能放下抗疫的当长官，不过对居民来讲，是照苦讲不出。之前环保署针对土城里岸风力发电厂兴建计划，或者专门小组的促成回应，环评会长认为，还有部分资金而离境采填成了不肯高兴。我按揭田，不然先不海水的民众当手里，因为没想到地方交通，放下江牌会破坏当地的生态，落传统污染。特别是台留下来的石纹，哦，还有坚固，哦，了这文化，哦，做得讲收来，哦，了新武器，了这海域，哦，才有这东西，哦，还是希望讲，哦，来政府啊，能够考量，哦，啊。哦，特别是先吼，两位吼，无政府去了会议哈，无那些奉茶吼。团市长陈文灿表示，让海民众欣赏是政府为政治嘅，转头拨款部署了开发单位。陈文灿强调，五民沟通，海中生态保护，才能见面对话，天作都会做好。这离岸风力发电哦，那我想不应该破坏海岸的这个生态。那我们会跟地方的居民哦一起，在中央的环保署和环评的阶段会表达我们的意见。地方民众表示，离岸虽然采填全了不肯高兴，要去开发单位填出针对天灾灾害、砍苗、杀蚊、俄罗斯掠夺调查补充资料，我记得并不清楚全了内容，希望政府在探讨地方的意见。说明清楚，民主调查的建议，加强了当地居民沟通。下面罗文泰，土生报道。